夜空悬，打开无尽的幻想，不想跌跌撞撞，原谅我的倔强，黄金时代我们再见不久。
就是要让帮大家谋福利的时候，好不好？去，麦克很漂亮吗？非常漂亮。哎，对，你们知道吗？刚刚 Miss 在跳舞的时候有一个动作，我觉得是他自己加的，他一定没有这个动作，一定没有在你们的舞蹈范围里面，他这样。有这个一定没有在你们的舞蹈动作里面。来，你做一次我看看。因为刚刚太嫩，真的是帅，好不好？好来来来，我们往前一点。接下来的环节呢，我们要邀请现场的粉丝朋友们上台来跟我们的火星一起互动。之外呢，还可以获得我们的神丁烧肉100元折价券。那怎么互动呢？待会呢，一个一个上来，然后每一位呢，帮我做一个指定的舞蹈动作，然后你们要做一模一样，这样 OK 吗？哎，突然没有声音了呢。可以吗？好，可以吧。那谁要先？我先吗？那我们欢迎濮阳。好，濮阳先好不好？那濮阳，没有用。请问，我的杨妹妹在哪里？你明明自己
选吗？你确定？可以自己选吗？可以自己选啊，但经纪人说你们如果自己选的话，我怕就是粉丝会说，哎，福瑶都不选我，你们要自己选也 OK。是因为我刚刚这样子看过去，然后有我的名字很大的这边。哦，我看到了，条纹的那一位是不是？来，我们让一条路，让我们这位条纹女孩上台，好不好？所以以后要带着名牌来现场，是有帮助的，好吗？你很难选哦，你的名字很多。好，来。这边，来，这样不换。很多，每个人都有名字，好不好？来，让条纹小姐过一下，小心。来，我们东西可以放舞台边边，对。好，条纹小姐来，请上台。是。你介绍一下我们最后首歌吗？最后首歌曲叫做。对，叫做 Fly High。我们这首歌也是，就是 Max 跟哲源来填词的，对。说一下。这首歌其实就是写说我们一群开心的男生们，我们上班一整天很累，然后跟兄弟一起聚会，对，重返派对 ，OK， 好，那准备好，那时候来了，大家一起飞高高，准备好。Oh,